我出家的时候，老和尚告诉我，讲经不行了、啊。讲经没饭吃。现在人不知道供养啊，啊，金灿佛寺跟买卖一样，有价码的，有收入啊。 啊！我不相信啊！我说我走释迦门尼佛教路子，一生讲经教学，看看会不会饿死，会不会冻死？啊！虽然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居住的地方，啊，可是没有挨饿，也没有受冻啊！每一天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。 没有牵挂了。啊，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说过，也有一些我们同辈分的法师啊，对我走的路子担心啊，将来怎么办？啊，特别是老了怎么办？我现在老。 有人照顾啊？人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啊。啊，张家大师告诉：我。真正发现，一生佛菩萨照顾你，我相信。啊，佛菩萨不会忘。 啊，所以对于自己从来不去想，顺其自然，随缘度日，绝不攀缘。啊，一生从来没有张口问人要过钱。我们同学一定要记住。 如果有人打着我的名号去募捐化缘，跟你说全都是假的，啊，那是他们干的事情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啊，我一生替大家办事情。啊，你拿供养要我替你办事。 你只告诉我一个数字，我不要看这个钱。啊，我们最大的一笔款项，就零五年的年底。啊，零五年不是年底，应该是年终。 啊，新加坡有一有一个居石。啊，他家住在印尼。啊，他的父亲在香港经营一个小的轮船公司。过世的时候，公司卖了。他们兄弟姐妹都不愿意经营，所以卖了分钱。 啊，那么他是老大大哥，分到一笔钱，来告诉我。啊，他不需要用这个钱，希望我帮他办教育的事业，正好我们在汤池搞这个文化中心，我说那太好了。啊，多少钱呢？九百万美金。你不一下就问题解决了。啊，我也没看到，没看到。 啊，那一边在搞这个工程，他们有个有个银行户头，汇到那边去。啊，我替他用了，没看见。这个自在呀、啊，啊，这个不操心呐、啊。啊，许许多多慈善公益事业，我是这么做的。 啊，这么多年来，也有同学，我银行也有个户头，啊，我也不公开，也没人晓得，很少数的人知道，啊，寄一些钱给我，啊，累积这么多年，啊，我去一查，查，查银行账单一查。 我非常惊讶，怎么会有这么多？啊，多少呢？一千万美金。啊，那么正好，商务印书馆、印斯库全书、世界书局、印斯库会要，老板来告诉我,我说好，我现在有钱。啊，我说你们。 要用过去老价钱优待我啊！我说我给你买啊，他同意了啊，以过去老价钱，过去老价钱，四库全书一套五万块钱。我说好，我给你订一百套，就五百万去掉了。 啊，世界书局也如此。啊，汇要我给你订两百套，全书之要一百套，啊，一千一万套，对吧？过学之要一万套，也是五百万美金，这一千万大小打出去了。啊，这个书印出来，送给全世界。 啊！大学图书馆去收藏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就不会遗失了。灾难再多，不可能全部败毁，总会留下一些。我们用意在此地，希望我传统东西能保存。 啊，钱没有用啊，会贬值啊。有这个东西很操心啊。啊，我有跟没有都不操心，有等于没有。啊，要用的时候我再去查一查，看有多少。啊，真的，真正有需要的，他就有人送来。 送来的数字很有很有意思，不多不少，啊，刚够开销，这就好啊，啊，要钱干什么？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积财商道，啊，为什么上道？你心里会加挂念这个东西。 那对你清净心产生障碍了，平等心产生障碍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不是好东西，啊，财色名食睡呀，都要把它断掉。佛说地狱五条根呐、啊，一条根都不得了了，五条根多聚处，你不堕地狱，谁堕地狱？ 啊！不学佛不知道，学了佛之后，这五条根拔掉。啊，真正放下。啊，生活简单，每天吃吃很少。现在年岁大了，啊，发现的时候，饭量比以前少了一半。 啊，现在一点点东西吃了就饱了，啊，从来没有感受到饥饿，这就很正常了。啊，什么都随缘，随缘就自在，没有挑剔，什么都好，多快乐。啊，什么都不计较。 你要想，这个世界没有灾难，我告诉你，你怎样去想，怎样去做，灾难就没有了。以平等心、恭敬心、爱心对一切人事物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最怕的是跟这个人处不来，跟那个人有意见，这就很糟糕。 啊，中国古人讲“家和万事兴”，我能跟天下一切众生人和睦相处，你说你多快乐！啊，把自己的成见丢掉，才能横生众生。一定是我是对的，你是不对的，这事情就麻烦。 啊，对自己身体制造疾病，对居住的环境制造灾难，这真的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把这些人我是非也一笔勾销。啊，对待任何人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最亲。阿弥陀佛最近。